长相也能压，莫时刻爱僧家。我参加一个文化部办的一个活动，在北回归线的一个艺术家驻村，然后我是刚好有机会到阿里山的太和村一个茶区，然后去担任驻村艺术家，待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就画了300多页的水彩，我就把它集结成一本书，叫《茶山演绎：衍生的艺术》。我若无艰苦，是钱袂着。咱做茶生理是毋通学，迄若风吹日晒是乌大苦。看人开行做店是有较好，咱心肝底想毋过无。透早的白云是山间飘，文山秀开是春风摇，带咱茶山岭上的好人家，讲慢茶炒茶是日夜香。然后呢，恰巧我十几年前也在 Sony 唱片也出过一张自己的创作专辑，然后所以对于制作音乐也不陌生，所以我刚好借这个机会想把这个图像跟美术做一个整合，然后刚刚好也认识很多制茶者跟茶道老师，然后我想说借由艺术的方式来去交集。这样子不同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。夜后要配明月，陈前明对朝霞，洗尽古今人不觉，将至最后起看花。白玉落至红沙，腰间黄蕊色，婉转曲成花。夜后要配明月，晨前明对朝霞，洗尽古今人不觉，将至最后岂堪夸。